欢迎来到学用数学，数学有用。现在看数甲这道题，这是一个整系数多项式，在2、4、6都是0。好，我们可以尝试呢，将这个图先画出来。好，它通过2、4、6，而且呢，好，除了这几个点，函数值恒为正，所以呢，它这边是这样子上来又下去，上来又下去，啊，这整个再上去。对这个呢，头跟尾呢都是往上翘的，所以这个一定是偶数次。好，那这边转了五个弯，它次数呢至少也为六。好，那接下来C 选项正确吗？好，我们知道从这几个呢，我们知道它是 a 减二有重根，a 减四有重根，a 减六也有重根，但是呢，它前面还可以再乘上其他的这个数。好，一虽然到这边是奇数，但你前面如果乘个偶数，好，这样子呢，f 一就不会是奇数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然后从这图上呢，我们知道四这个点的什么那个切线斜率是零，所以 D 也是正确。这题只要画出图，我们就可以很快选出答案是 A 跟 D。